你倒是问起我来了啊！说，是跑来偷东西的？切，谁偷东西啊？你们知不知道是别墅谁的？我的，我的。你的，真逗，是不是欠揍啊？再看一下，够了，够了。看来我知道使出我的大绝招了。你干什么？拿证明文件呢？王先生的私人律师周国红，按照王先生在世时设立的遗嘱，现将当前市值一共特价4700万的别墅赠与他的侄子，也就是你，王大宝先生。你说多少钱啊？4700万。啊！四千七百万！哈哈哈哈！我发达了，王先生。如果您签了这份合同的话，这栋别墅马上就是您的。签！看看，哎，温的，温的。